一有事就跟我俩吵。王总来了，咋了？心情不好？啊，心情不好，咋的？又跟我王叔吵架了。我觉得有的事儿吧，我王叔说的有道理。当然了，你也有你的难处。我觉得一家人。 老吵啥呀？别生气了，干啥呀？关心我呀？别来这套啊！我对你们这帮女主播是有免疫力的。你搁这干啥呢？上来就假装关心呢？不是，你看你，王总，不都因为你吗？不因为你，我爸能训我呀？因为我，我咋的了？我早就跟他说。 别整你们这帮女孩往这卖狗了，现在整这狗场这乱套，就是招蜂引蝶的红颜祸水。我怎么就成红颜祸水了呢？你说呢？你说你直播前你整的浓妆艳抹的花枝招展的，你老把他们勾搭往这勾搭啥呀？啊？不是我勾搭谁了，王总？那大个和闪电不是找你来了吗？上狗场找老崔来了。 还犟啥犟啊？那他们喜欢我是他们的事儿，跟我也没关系啊。他们无缘无故就喜欢你啊？你要不在直播间跟他们暧昧，他能来吗？你要是处对象没人拦你，你选择一个好好跟人处，别整那普遍培养重点选拔的事儿。我跟谁暧昧了我？王总，你说这话啥意思？我是那样人吗？你是啥样人跟我没关系。 但是你要明白一点，我爸花钱雇你来是提高狗的销量，不是让你搞对象，知道不？以后你直播你别画那样啊！我不干了，行不？你不干别跟我说。